你知道吗？每隔1000年就会出现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哈哈哈哈，怎么会现在还有人相信这种东西啊？你又迟到了。各位同学，来到一年一度的中真秋无庆祝聊，典为什么每礼。年都有这些庆祝活动啊？今年我们将首次推出中秋 VR 游戏。学生会主席上台参加。你终于醒了，你是谁啊？说你伤到了头，我带了工艺上好的燕窝，你快吃了补补身子。宫里，走，我带你去更衣，到宫里四处转转。初次相逢在江南十五，你在烟波里悄悄迁徙，亭台中只是你一个身影，而我在楼阁上看着你，半顾江山不及你半分。岳文浩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郡主，你找本王有何事？别以为你摘了眼镜，我就不认得你了。郡主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连大宋的太子都不认得了吗？殿下，郡主她大病初愈，还望您不要见怪。公主有礼的。终将到来的别离，却只得留下一句。原来古代还真的有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、啊。今年的南巡，你就与太子殿下同去吧，到宫外多散散心，或许你的病会好起来。南巡，好啊。我们到底是去哪里啊？南巡到底是什么？你告诉我嘛，是南极吗？会有企鹅吗？来聚集我的心中分裂，盼明月寄我思念万里。初次相逢在江南十五，你在烟波里悄悄迁徙，亭台中只是你一个身影，而我在楼阁上看着你，半顾江山不及你半分离。风雨中的落叶抚平，此时此刻不期而遇，你为好见的惊鸿一笔，留下一生不灭的印记。等待到雨过天晴，
终将到来的别离，却只得留下一句后会有期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之后的重聚，人生万千际遇未犹豫，你仿佛在命中注定再次重回江南故地，年年岁岁不变的风景，来到当年江边楼阁期盼着你。明天回宫后你可不能像这样任性妄为了。月饼期待在于你遇见的今晚，以后每次吃月饼的时候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一场飞飞美雨将那年那时伴你，江色的绝境里是你。参见父皇。回来了就好，赶紧去筹备你与公主的婚礼吧。月人之夜坚持你们的婚礼。父皇，请收回旨意，儿臣已经心有所属了。要是想继承皇位，你就必须娶她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不会与他成婚的。明天我们一同离开，隐姓埋名。真的？嗯。我信你。江南故地，年年岁岁不变的风景，来到当年江边楼阁，期盼着你。风雨中的落叶浮萍，人从小到大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让给你。但现在，我不会再让你抢走属于我的东西。你要知道，我才是公主，我才是大宋的皇后。那年那时伴你，江色的绝境。这就当是你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了。把它吃了，对我们都好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遇见了你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你听说了吗？昨天的体验游戏出现了故障，文涛到现在还困在里面出不来。原来他也进入了游戏。只要把这个解药分成一半，我们就可以一起退出游戏了。地通警告，请勿损坏解药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
过，以后每次吃月饼的时候，你都会在我身边的。你可不能骗我。